原标题暖文，重庆游客凤凰游玩手机落水，民警跳下河寻找失而复得。9月22日，来自重庆的李女士在湖南凤凰古城沙湾景区游玩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掉入河中。凤凰县公安局执勤民警下河寻找，最终帮李女士找回手机。9月27日，湖南省凤凰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凤凰公安通报此事。9月28日16时许，凤凰县公安局政工科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 www.spreparecn 证实称，下河捞手机的正是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手机捞上来后尚可正常使用。9月22日，来自重庆的李女士来湖南凤凰古城沙湾景区游玩，徜徉在美丽的凤凰古城，就在李女士拿手机进行拍照，将古城美景定格的一瞬间，手机不慎掉入河中。我刚才就在这个位置拍照，一不小心手机就掉进河里了。我是来这里旅游的，手机丢了就等于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手机不慎落水后，李女士孤立无助，焦急地在河边转来转去。此时正在附近执勤的凤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看到很多人围在河边，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便上前询问。听到女游客介绍，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民警一边安慰女游客不要着急，一边表示会想办法帮她把手机找回来。经了解，这名女游客姓李，来自重庆，一个人来凤凰游玩，在河边拍照时不小心将手机掉进河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了解情况后，治安大队民警一边疏散围观在河边的游客，同时吴秋平、马正有两位民警了解手机掉落的大致位置后，先后跳进河中进行打捞，两人接力，经过十多分钟的踩水深摸，最终帮助李女士找回了手机。凤凰山美水美，这里的警察更美。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李女士连声道谢，围观游客也对民警吴秋平、马正友的行为表示赞赏。责任编辑：桂强。